这是惩罚吗？这明明就是爽，这是一种享受啊！啊，这是惩罚吗？我们比较像罚站的那个。对啊，啊，我像冰雪里罚站。哎，这个好。 哦，翻车了！哦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不是，我们不摔，你们不停是吗？手套都摔出去了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让我们摔。我手套都没了。